红趴红趴，有喽！介绍一个游戏王。为什么这是游戏王？啊，话说得好，姜是老的辣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你超辣的。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都没关系。怎么了？我想要拍出有校外教学感的东西。校外教学。我们今天的那个行程呢，就等一下在带大家就是在合肥的那个市区里面晃一晃，然后晃完，然后我们就下去唱几首歌。唱完歌之后呢，我们就马上要去南京，然后就等一下到了南京，大家就去吃好吃的。明天见。是喜欢他的音乐才华，还是喜欢他这个人长得帅？来，都喜欢呢。没有你，今天晚上的时候
时候路过那个甜品店，然后看到绿色的月饼盒，然后想送给颜爵。为什么要选绿色呢？绿色现在是爵士的应援色，是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有两个是牛肉馅儿。我最喜欢牛肉，所以他现在对你很了解吧？真的很了解，好像严爵是戒了5年的牛肉，为了事业发展是吧？是，今年才开始吃，这个月已经吃一头牛了，除了一头牛了，其他米数只有一个。张头爱，年老我也拍照，看了刚才宣传照，自然呢？没，我看一下啊，是不是很糟糕呢？相信音乐真的是慧眼识英雄。如果1999年你错过五月天，2009年你就不能错过这支组合。我相信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有喝一点小酒，他应该要喝的是可口可乐。但其实我要说的是，那时候我们三个都拍完觉得自己很帅。你确定吗？真的真的，而且那时候其实凯凯特地说为了要拍这个算是MP 的第一张宣传照，还特地去借了西装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每个婷婷也试了很多只眼镜。对对对，我们还帮他借超多只眼镜的，好死不死选到这个什么眼镜。你就 key 我们三个人的头在旁边，那头很小的，很小的，那个未加入上位，然后后面口白好险。我要多一些练习自己，所以小芳，你已经找到你的接班人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就由雷宝来帮你了。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吗？对。啊，一个人练书。然后你等下直接跳剪到他的车上，这样，耶，我是雷宝，耶，我是雷宝。